谁呀？进来。奶奶。哎，天恒，你又来了。哎，我过来看看你。真好，真好，快坐，快坐。你怎么又来了？唱的真好，来坐。你怎么又来了？对呀，来听你唱歌啊。曹植在《七哀诗》里，什么事儿？没带课本。怎么又没带书啊？跟别同学看一本吧。哎，是。曹植在《七哀诗》里边曾经说到过：“明月照高楼，多谢多谢。”